我其实老实讲，我之前没有怎么推荐过贴片式的面膜，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贴完之后的白，它可能就是5分钟，然后让我们有种脸被泡发了的白。但传讯诺它这个真的不一样，它贴完之后的那种白是我的肤色变得很透白。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公司有5周年的周年会嘛，但是我在筹备周年庆之前，其实我熬了几个大夜，整个肤色是有那种怎么讲？很疲惫的斑位咯，就是感觉很灰暗。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贴了传心诺的面膜，我在隔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那天的整个素材啊，看起来我整个人都在发光，而且那种白是亮亮的感觉。它其实主要里面的成分就是传明酸，讲人话的意思呢，就是它里面加的让我们的肤色变白的这个成分加了1瓶半的量，它就是直接我们贴一片的时候，把1瓶半的美白精华直接怼在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一般在贴这个面膜的时候，我没舍得洗。贴它的时候呢，我就贴个20分钟，然后它里面精华不是特别多嘛，我就把这个精华直接把我的手背啊，包括脖子我都会涂一下，然后我就在用它的这个面膜的期间，我就发现我的肤色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的灰暗，但是我近期的整个妆，包括我在上妆之后，我就感觉整个肤色是还是能透出来的。所以大家在贴这个面膜的时候，你可以连着贴没关系，然后你就一周贴个3、4贴，你接下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肤色是不是有一点点回归到了那种有一点点透白的感觉。